大家好，今天赖总要为各位做介绍的呢，就是魔动网的完成开箱。那这一次完成开箱呢，赖总会一次呢介绍呢火王、水王跟风王三个。好，那这一次的开箱呢，主要呢是为各位呢介绍它变形的机构，还有呢就是变形过程的把玩。好，那赖总呢在开箱之前呢，都已经呢先把它变成就是像这样子头像的模式。那接下来呢，赖总呢就会用变形的方式来跟各位呢介绍说它的一些优缺点。好，那首先呢就先从蜂王开始。蜂王的话呢，它呢是变形的机构呢，虽然说呢三个机体它的变形的逻辑呢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呢蜂王的变形机构呢是最复杂的。好，那现在呢就来为蜂王来做变形吧。首先呢是呢这里呢要先往下拉，那这个零件这里呢它呢比较容易脱落，所以呢各位在装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。好，还是像这样子，然后呢后面这里呢拉下来之后呢，各位要注意的是呢这边呢它原本呢是像这样子的，那这里呢要先把它拉开来，因为这里呢到时候呢会是裙架。好，这里也是一样把它拉开来，然后呢这个卡榫呢把它放下来。好，然后呢脚呢把它扳平。这样子。然后呢这里呢可以把它往上拉。往上拉的同时呢身体呢这里呢就会往下。好，然后呢头部呢就会显现出来。好，那再来呢就是手部。手部的话呢这里呢把它打开来。肩甲这里呢侧面肩甲把它打开来。然后呢变成这样子。然后这边呢肩甲这里呢要把它放平。好，这样子。然后呢肩甲这里也是一样，把它拉开来，然后肩甲呢放平。好，然后手部呢延伸下来，像这样子。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呢比较细部的微调，就是像是一些姿势啊等等的呢一些比较细部的微调。好，这样子。然后再来呢就是呢它可以拿它的武装。那蜂王呢在变形的时候呢特别注意，像是这个呢有可能会装反，因为这个零件呢有是蛮容易掉的。再来呢就是呢它的这里也是蛮尖的，所以呢各位在把玩的时候呢如果太用力呢是有可能会被刺到的，所以各位要特别注意一下这几点。好，那再来呢就是呢比较尖的地方呢它相对来说呢其实也是比较脆弱的，那像是头饰的这里啊也要特别注意。好，那摆动完之后呢其实呢它的可动性呢之前呢跟各位介绍过了。好，所以呢它呢就可以摆出一些姿势等等的呢来把玩。好，这就是蜂王，后面看起来就像这样子。好，这就是蜂王变形完毕。再来的话呢是水王。好，另外一题就是呢蜂王它的这个支架呢有比较不同的地方，是它是像这样子的，它呢是不是能按照就是像这样子有接头的卡榫的，它呢是必须呢跟头部这边呢做一个对接的方式，所以呢它的
支架呢的连对接的方式呢，跟水王还有火王呢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水王。各位可以看到说，水王呢，它的支架就是像这样子一支的这样子的卡榫，像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变形水王。其实基本的逻辑呢是一样的，就是呢，其实腿部呢都是呢从后面延伸下来，像这样子，从后面延伸下来。然后呢，脚板呢打开来，脚板打开来，好，然后再来呢就是手部。那在这里呢，手部呢要延伸下来之前呢，要先把胸前的这个呢把它往上，不然呢会干扰到呢，会干扰到头部，会干扰到手部。好，其实呢就这样子。好，转下来。像这样子，好，然后这里呢，腰部这里呢往上推，然后再来呢，身体这里呢可以往就往下压，往下压之后呢，胸前的这个呢再打开，然后呢头部呢拉出来，这样子的水王呢就算变形完成了。那水王的变形之后呢，一样呢可以站，使用站立的姿势，然后呢拿武装等等的。好，拿武装啊等等的，使出一摆出一些帅气的姿势。那这个呢就是水王已经变形完成啦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火王。好，好，火王的变形机构呢，其实呢应该是算是最单纯的。那一样呢是先把腿部呢往前延伸，然后呢这个卡榫呢放好，然后脚底板呢一样像这样子。好，那再来呢就是手部，手部的话呢其实就是这样子放下来，手部呢肩膀这里这样子放下来，然后呢把手呢露出来。好，把手呢露出来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就是把身体往下压。身体往下压之后呢，就是头部的这个头饰呢，两侧还有头顶的头饰呢，把它放下来。那放下来的时候呢，一样呢要调整一下位置。好，就是像这样子。调整一下位置，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火王呢就算变形完成，然后一样呢，头部呢要往上拉，好，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些比较细节的微调，像是腿部啊等等之类的微调，再来进行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子呢，火王呢也变形完成了。那这样子呢，我们的魔动王呢就变形完成了。那它的可动性呢，之前也跟各位呢介绍过了。那在把玩的过程中呢，其实呢是算是蛮坚固的。那另外要跟各位一提的就是呢，像这样子的制作的模型呢，其实呢以这样的价格来说呢，虽然说不是说太便宜，不过呢以像这样子的卖情怀的组装模型来说呢，以我们这年纪的就是消费能力呢，其实是可以负担的。那就看各位呢怎么样进行选择。那因为呢像这样子的组装模型呢，其实它能够自己组装的能力如果比较好的话呢，它能够再多的工序呢其实蛮多的，像是无缝啊、抛光打磨，甚至呢上漆等等的，都能够让这些模型呢看起来呢更加的帅气。好，那赖场呢就是把呢风王、水王跟火王呢变形了。那接下来呢，赖场呢就会透过照片来跟各位展示呢他们拿武器啊帅气的样子，还有呢更多呢精彩的知识，还有呢赖场的制作的一些细节等等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魔动王的完成开箱呢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。那喜欢美楼 GHO 朋友们呢，别忘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呢订阅，并且呢打开小铃铛。那想要第一手得到影片讯息的朋友们呢，别忘到我们的 YouTube。不用到我们的 Facebook 呢，赖赏 GamePause Facebook 呢按赞。那我们今天的完成开箱呢，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。那喜欢美楼 GHO 朋友，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